洗衣非常紧。要得，俺好去养养车。太稀了，这个秘密是。我的妈，俺养养个车吃嘛，牛肉就来吃嘛，牛肉哈。对，那带一兜，你一点面上。这边这两种我又放的红油菜。啊，我买的一模洋种子。嗯，也有四五样的。你要点两段。嗯，俺吃的那啥子才有。爸爸，你可以煮它。什么吃？就煮出那边吃。哦，你咋不煮啊？啊。好嘛，走嘛，我陪你。来吧。我陪你来了。好。哇，好厉害！这是门口，你看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这也太难看了。嗯，一样，对吧？要放云锦哈。哎呀，都会撒秘密了。撒到一冰包了，你撒要撒开点哈，没有？走了，收工了，回家了。嗯，我的箱子。好了，你走了。啊，帮着我捡垃圾，爸爸。这是什么？蘑菇。蘑菇。金针菇。你的手还有点酸嘛？哎呦，搞得快了。我搞完了，我这边在睡觉。啊。你还开说话，还有。食材煮的，要得喽，吃锅大肚泡的。天就吃这碗哈，这碗好丰盛，啥子都有。冰炒三道菜嘛，丰盛的嘛。那又是羊酸油腻的。妈妈还有葱包。嗯，好。圆圆就吃得着。来吧。好香棒啊！哈哈。红彤彤的。嗯，简直摘得用功。嗯，喊爸爸抠下不？给我，还给我。嗯。
暖了。嗯。那衣服穿了。快点去穿。